此时，一种外星鱼闯进了我们的视野，让黄山喜出望外。这个鱼比较少见啊，这是鳐鱼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深海里面这个头也真是挺大的啊。嗯、这个咱也要吗？要。鳐鱼也叫老板鱼，全身扁平，它的骨骼完全由软骨构成，所以黄山眼中它是个连骨头都能吃的软骨头。